Hello， 全年葡萄酒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莱特，又到了我们周五红酒趴的时间了。今天要来介绍哪一款酒呢？今天来介绍我手上这一款来自于智利路易菲利普白牌的 Cabernet Sauvignon。酒标上面还有写着它来自于智利的 Central Valley， 就是中央谷地这个地方。智利的中央谷地因为面临太平洋，然后背靠安第斯山脉，同时受到太平洋洋流跟安第斯山脉山峰的影响。所以这个产区有一个重要的特色，就是日夜温差大。它白天的高温可以到达34-35度，而夜晚最寒冷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有13-14度，日夜温差到达20几度。那这样一个高温差的气候，对于葡萄会有什么影响呢？它的酸度会比较明亮，然后它的风味会比较浓缩。那我们来试试看。这支酒虽然是100%的 Cabernet Sauvignon， 但是它其实多了蛮多的红色水果的味道，像是草莓啦，像是红樱桃的味道，甚至是比较成熟的红樱桃这样一个风味。然后就像刚刚说的，它的酸度其实蛮漂亮的，其实比一般我们喝到的智利的 Cabernet Sauvignon 来的清爽一些些。那这样子一个酒款，我觉得可以搭配一些烧烤类的家禽，比如说像是烤春鸡、烤鸭，甚至烧鹅，应该都很棒。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。Cheers！